我要去，对，我跟你讲，你今天的任务不用上班，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去接法送礼当生日礼物，东西赶快收一收，我们马上要出发，现在已经时间有点来不及了。好，那我可以收。你觉得米娅如果接法接场会好看吗？双手画比较，会啊，很好哦。会变台妹，会变台妹，这么严重？会吧，不然太像台。你说接的比较不像台妹？ 觉得米娅接法会好看吗？应该不会像三星吧。哎<笑><笑>、欸，你干嘛米娅接法？但也是苦，他台掉。真的哦，但他很想接场哎。有兴奋的感觉吗？这边长发公主，这边是公主，我不知道啊。公主，这公主。 在等设计师来的过程，他说他要设计法片。喂，设计师到哦，这是我们这次的设计师，就是我们的 Missy， 他是专门经营接法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 model， 特别从高雄搭上来，因为他要生日，我这个是送他的生日礼物。很棒哎，这是像一个小型的 LV， 小型的 LV，有哇有，我觉得法片真的蛮贵的，而且我们还是这个颜色的法片，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开始？我有帮得上忙吗？ OK， 好，等一下我可以去逛个街啊，这附近还是逛街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可能是先法片店的蒸发一起染。所以要接上是再染吗？还是先染？通常一定要先染完再接。所以我们现在的步骤是先染发。先用天宇接。天宇接法，接法跟一般我们这样用烫染好像是两个分开不一样的世界。所以像什么天宇接法或者什么贴片，那些到底差别在哪里？贴片的话就是有胶嘛，然后天宇的话是无胶。 但天宇的话比较特别的是，它的接点应该是目前的市面上最不平均的接点，就是你接上去之后会比较像是自己的头发，所以它是目前现阶段最低最屌的嘛。好啦，可以这样说啦。耶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现在在干嘛？现在干嘛？因为我在接的时候，我可能会摸一下客人的头型，嗯，就是有些接上去的时候，你要避开一些点，不然接起来头会太大。 你说闪过一些口角，对对对对，像无胶的话很容易发根会抠，嗯，所以如果我头角这边如果很凸，我接在这边的话，它这边就会这样凸出来，对对对对，变方形。这样，那边在我影片的后面也都带口罩，不然我们在这一集拆下来给大家看一下。那颜色要再调过吗？你觉得单纯比较适合？你决定就好。我决定吗？嗯，确定。确定。我跟你讲，我染头发很特别哦。不要走鬼面那个路线就可以了。他们说都是那个。 二次元，不是啦，我说了我特别的点是我调出来的颜色，我通常都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，可是染出来我才知道。好啊，自己个人特调，特调。好啊，今天协助我们的厨师韦恩。我先感觉到好像有点带女儿来接头发，然后在那边等，等一下可能会先去逛街啊。爸爸会叫你死爸。哦，今天是包在狗。 是依照头发的发量去决定要接多少头发上去？对，看到他的头型大小。头型大小，你觉得要接到什么长度啊？我看一下。肚脐，哎呦，长成这样啊！不会啊，到肚脐其实它以它身高加卷起来会是好的。怎么是跑变台吗？要长成这样，会不会像女鬼啊？不会，哎、欸，我都到肚脐。你今天有一点瘦黄金哦。<笑> ，米奇老师，请问一下这个盘子，它是染发碟，所以你就是头发挂在这边，然后染在染头发。对啊，这就像我在染客人一样那种感觉。好像在晒什么干一样。第一次看到用这个装染膏，要接发要先经过加工区这个环节啊、哦。对，没错。米奇老师，你现在在干嘛？ 为什么还要剪头发？他就已经要留长留长了，你还给他剪头发，要怪阴阳怪气的语调。我在模仿最傲的傲 K。因为它的头发原本的话太平，那个硬线很明显，对硬线很明显太平。如果我直接接的话，接起来的话，它会变成水母头。对，所以基本上，如果你要接发，都需要再修剪过。对，但要看客人的头发的状况怎么样，先把硬线修。因为它是完全没有层次的，对。如果今天客人是头发可能本身就很虚啊，或是有层次的话，可以直接接。那如果是自然卷严重的那一种，你也会建议就是需要先烫。
要先烫熟。现在的发味越来越虚了，好像变贴了，五官更立体。现在历经了三个小时，终于要开始进入接法的环节。我很怕等一下我们没有吃的 Q 会搞熟。好哟，接法是快的，前置作业比较久。这个就是我们要接法的发片，为我们刚刚前三个小时，我们就是在把这个发束跟 Mia 的头发先染一个底色上去，等一下就是这样一束一束的把她的头发拼凑起来，变成一个长发公主。拼凑起来。Missy， 你会想要认真做这个项目，是因为你也一直都是有长发梦的人。对啊，我是长发控。你是长发控，难怪你一接就要给人家接到肚脐。接到肚脐这太夸张了啦！哪有，他身高可以好不好？所以你觉得长度的选择主要是因为身高的问题？对，你想要接越长的话，你身高就要够。的确有蛮奇怪。接发的种类有这么多，为什么你要帮他选择用这一个方式？很简单，因为他最新，而且他很好整理，然后也是无胶的。那如果绑头发的话，基本上外露的话，人家也会觉得他真高。啊，那不就是无懈可击？它也是有小缺点的嘛。如果是贴片的话，它可能比较服贴它的头发。但是这个的话，它可能就会没办法服贴，它就会有一点异物感的感觉。但就算有异物感，但它起码不会那么的不舒服。我都没有问了，你男朋友喜欢你长发？他是长发控，烂就长发。可是他没有选择的余地，我都没有嫌他。那你有要接吧？你有跟他讲吗？他有期待吗？他没有太大的感觉。他好像有说过不要接，他怕我就是洗头麻烦，还是他怕你粗心哦？他为什么Mia你这么想要留长发？因为我觉得很难搭衣服，就是我觉得会很没自信的。就剪短之后就不太爱拍照。可是你剪短也剪得蛮长的一段时间了。短发我可能就是试到一个极致，然后发现自己真的不适合，真的哎。而且我那时候是一次剪短，发现天哪，好像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哎。哦，你出来了，我见了，我见了。哦，变一个人呢，藏不住的笑意，藏不住的喜悦。这生日礼物还开心吗，咪呀？谢谢十八。不会，但最辛苦的还是我们的 Missy 跟韦恩哦。谢谢你们。我好期待回去我们一心店以后，同事看到你的反应，看你现在自信满满的笑容，我好期待看他们的反应。啊，要来了吗？要铺开了吗？对。哦，看来是完成了呢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咪呀。谢谢十八。哇哦，瞬间变长发被杀哎！真的呢。Missy 老师好认真哦，完美呈现。好，我们现在历经大概几个小时，我看一下，六个小时。我们历经了六个小时，完成了我们这一次 Mia 的生日礼物，让她变一元长发公主的梦，还满意吗？看到头发接起来以后，那个笑容真的是完全止不住，应该是挺满意的。因为她是第一次接发，所以米西她回去有什么东西是必须要注意的。通常我都要传一小串叮咛客人的提醒事项，但其实她那种无胶的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。因为第一个她不想洗发精，第二个只要是接发都会建议站着淋浴的方式。所以其实可能连种接法这两样都不行，就是洗发精要较滋润的，对，都不行。护发会怎样？护发它的接法方式护发的话不影响，所以它洗发精不挑。如果真的有影响是怎样？有影响会掉下来啊？真的假的？因为太油太滋润它就掉。好，因为我们对接发这个领域真的是完全不够熟，原来接发有那么多细节要特别去注意。那这一天接的这个是天宇接发，四包接出来的长度跟厚度，就是这个用了几包就会影响它的价位。所以像我们今天用了四包，如果不考虑这是送 Mia 的生日礼物，一般我们在操作费用大概落在哪里？大概就好了。如果全部像挑染，然后加接，还有发，三万五 Mia。35000，请你好好的对待它，不要可能过几天它就开始掉了，好不好？好的，35000，35000它只是一个选择，没有绝对。但我们今天是自己人来接头发，
但就是要极致到最高。好啦，这支影片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觉得 Mia 接法好看，请帮我在下面留言，好不好？不接受任何负面的东西都不接受，只接受赞美，好不好？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请帮我点个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拜拜，下次见。